工作人员慢慢啊卡着将要放起你的牛啊，因为差一点点啊，就影响到所有的组合工作。即咯，即个项目上车，即个离触电部分咧，即个足重要个啊。啊，要会漏水啊，啊，也是会水落啊。伊迄伊所有的技术拢伫个动机较济，因为伊有伊个一支桥了一粒刀，啊，两边滴。啊！一粒一粒伊贴起来，要出工贴到。即马即哩鱼啊，挂好，啊来个调整啊，调整好再开始电工啊。为着整修已经年久失修而老化的厝顶，工作人员伫每一个部分拢唔敢有任何的疏失，而且不只是看家含当家，都连装饰嘛爱精油咯。嘿，爱较久啦，我那爱三四个月啊咧啦，伊迄管顶都做啊优秀啊，你要甲做啊。错咯咯咯，你算较功夫啊，因为你算爱柴爱瓜爱镰嘛。厝顶上已经失去光彩的作品，都在等师傅为因画上美丽的生活表。真无简单，才争取到经费征收的状元灯。在200外的工作日以后，举办工地现场展，就是为着要让民众感受什么是文化资产。还在修复当中的时候，我们就来看它整个那个中间修复的过程，这种感觉很好。知道它到底怎么修复的那种感觉，我觉得这个更精彩。崇远堂的修复呢，以后也不仅仅是我们彰廖县宗祠之为所用而已，也要作为公共之文化财保护的使用。这个文化资产的这个修复工地现场的这个参观的过程中，让大家能够认识到文化资产如何被修复，它代表了一个专业的一个技术，也代表了一个文化资产保存的一个信心跟决心。开始征收进程，后代子孙阁成并购祖先，才开始进行工程。可见中原堂伫招安客家族群中的重要性。跨过现场顶，嘛予人更加期待中原堂征收了后，会展现什么款的风貌。记者林依林采访报道。